中华职棒大联盟呢，今年中华职棒24年球季哦，夺三振排行榜前五名的选手有四位是洋将。这个球打成了在右半边方向的飞球，这个球没有接到。德州安打。哦，这个落点相当的巧妙，正好在蔡明觉还有张政伟两个中间落地。嗯，这个球蔡明觉已经移了很长的一段距离，这个球已经尽力了。因为这个球是内角球，然后接近握把的位置，哦，这个棒子打得粉碎。对，四分五裂的球棒。对，粉碎。不过他在二军调整的时间也比较长，所以力量很足了。哦，还能够把球带得还蛮远的。这个球哈，蔡明觉已经尽力了，已经尽力了。这个明显的是还差了一步。